也没有疼痛，就可以看到全身。当然我们在座看到背心，穿背心、蓝背心的，他们都可以，他们都会啊，他们也同样跟我一样，这个脚一摸他们都可以知道，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可以学，学起来以后自己就懂得怎么样的一个保健了啊。那最后呢，我们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在旁边啊，我们在旁边有一本书啊，那这本书是我们在最近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那这本书呢啊，我们在讲说它是按摩足部掌握全部。当时这个李永兰律师呢，他跟我讲说，哎，你这个脚这个方法真好，他就给我讲了这八个字，他说按摩足部掌握全部啊，真的，我们这个脚可以掌握我们的全部啊，所以我们是献给反射医学专家以及爱好健康的一个良伴啊。所以这三十年来我们把这个书整理出来，有各种科学仪器，各种临床实验的报告，以及很多的这些啊，在中医学、西医学跟易经跟整个 的结合在这本书上啊。所以从这个书本可以很容易的可以学习啊。过去我们有一个台中东势国小的一个校长啊，已经耳鸣三年了啊，结果后来他自己看了这个书，翻一看来按一按，三天他的耳鸣好了。他买了100本，我说你一个人看一本就好了，你买那么多。他说我要送给我们学校的老师，每一个老师一个人一本，就这么样的啊。他这个书本他们就带回家啊，所以我原本我们定价是580，我们今天只有500块，只有500块啊，这个不到九折。各位可以很容易的学习到啊，可以。在哪里？所以若是健康法门说啊，好好，我说我们是鼓励了许多没有背景。没有高学历的人找到自己的自信跟自己的天赋，而且在各地也创造了他自己的成就感啊，跟他的奇迹。所以我们因此呢，我们解决了许多人的病痛，当然我们也造就了许多人的就业的机会。在台湾20几万的人口从事教育岗位的工作，在中国大陆，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我现在正在做报道，已经有超过1300万张的证书，我这个将近台湾的一半人口以上。啊，那这在国务院他统计，中国大陆昨天有做一天的，现在没有做直播。对，经济价值64亿人民币，光是按照的足疗这先要讲吗？还是他还在或者我用我再跟他说明一下？啊，那你说明，所以我们减少了这么多的医疗负担。代表今天20几万的脚底按摩的人，这个如果他们不按，这个全部跑去劳健保，这一条呢是代表你的内脏。所以我们解决了很多，你从肝这个地方到肾到肠这个地方呢就不明显，也就说是你曾经有受过重伤，造成到他整个这个就是让大家分享交感跟副交感神经的这个系统有一个断掉，哦，能够像是信息场被干扰，谢谢大家，这个不能够很明显的过来啊。那这个呢是代表了他的这个左脑，这是代表他的这个，哦不，对不起，这个是代表他的右脑，这个是代表他的左脑，左脑就是内分泌，所以他的内分泌这边有虚的这个光呢，就是表示内分泌呢不是那么样的健全，好，内分泌不是那么健全，然后这边呢是代表的是，因为他的这种神经障碍呢，造成这边有一个杂光，这个杂光呢就是也就是影响到他的腹部。哦，腹围这个部分，哦，就是肚脐以下到生殖器以上的这一个器官呢，会有一些困扰，哦，尤其是在后面的这个是髋骨，这个是属于髋骨的部分，两边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时候是你的脚本身明显就有长短。对，本身是从小就有，哦，就有长，就从这个地很好玩的，就是从这个光长，因为从小可以去看。当我有知道买鞋子是小，等一下，我们大小哈。我们这边洛斯老师会帮你做一个调整。那这边呢？这个地方是代表着这个你的这个睡眠，就两个血管通到脑部的这个关系呢，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你们发现说你这里有一个白光，这个白光哈是呼吸道，呼吸道的问题，没有高学历，从小就呼吸道的问题就是白光。这个机器呢，不做治疗，不做诊断，只显示你当下的能量状况是怎么样的。它只告诉你这样，很简单。
他很坦白的就跟你讲，你昨天没有睡好的，他就告诉你昨天没有睡好。把握机会啊，去参加他们的课程。所以这个是机器的，所以那个测的时候跟会长那个，现在就是麻烦你，你给他帮你调整一下。王乃东王教授，他是用透过两只手掌，刚刚是两只脚，现在是透过两个手掌来看你的身体健康。我把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王乃东王教授。现在怎么样？安心看。好，现在等一下再看结果有没有改善，是不是这意思？治疗结果会不一样，所以等一下再回去看看啊。好，那你现在赚到了。两个比较，是是是。哦，太好。我是记者，就是要看这个。本来我是告诉他我要做示范者，结果你已经上去了。所以我就没有做到。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刚刚那个我们会议所提到的，所以你报掉了，是。我只是简单的把这个机器功能跟大家介绍，最重要的是我要把多的时间留下来给大家，直接来玩这个机器，由这个机器直接来测各位的这个。其实我跟他们工作人员说我要我希望做这个示范，结果他说已经有人上去了，就不方便给我做。那我想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用这个机器拍摄的人数呢，超过50,000个人。在我们的这个统计学上面来讲呢，它还是超过85%的准确率。所以就在各个医院呢，大概要做多久？他现在要做多久？但是我们都是要给他按检，是从重点他的毛病重点处理下。对，那要多久？一下子啊。我们从这个安心棒稍微做一些轻压的按摩，那你的所以一下子是10分钟以内吗？对，啊好，不到10。